知道吗？第五人格归宿系统又升级了。千怪山，我是你的蓝，欢迎来到第五人格，我是你们大大哥呀。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和我一样呀？自从归宿系统开放以来呢，都只买线索能买的家具，甚至呢，还有小伙伴呢，只买了庄园，没线索买家具啊。哎呀，现在呢，归宿系统呢又要升级了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呢？那对了哥，我先听好消息吧。好消息呢，就是归宿系统里面的家具啊，终于能够交互了，就像这样。哇，段头哥哥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呀，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啊，就是能交互的家具啊，看一下哈，秋千118，猫咪沙发328，大床688。很好，我很好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体验这种感觉呢，回声准备好了吗？最后呢，再回答一下很多小伙伴的问题吧，那就是归宿系统怎么进入？有的小伙伴们怎么表示没有呢？要想进入归宿系统呢，首先必须完成1到19的新手任务，然后呢，求生者或者监管者等级达到100级，再在商城购买任意一个家园乐谱。当这些条件都达成以后呢，就可以让侦探通过等待大厅的钢琴呢，点击心灵归宿就可以进入啦。好啦，小伙伴们，对于归宿家具可以玩了，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会不会以后也可以结婚呀？感谢观众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加收藏，我们下视频见，拜拜。